我们的口号是快速提高，奋勇向前，排除万难。高手一招快速提高，阿扎尔自治共和国的货币分为拉里和泰特里，一拉里等于100泰特里，汇率在1美元等于2.668拉里左右，和格鲁吉亚是相同的货币。来了解一下原因，苏联解体后，格鲁吉亚继续使用苏联卢布和俄罗斯卢布。1993年4月5日，格鲁吉亚发行临时货币库邦，等价取代俄罗斯卢布。由于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，1995年10月2日发行了新货币拉里，不仅成功完成了货币的替换，而且成功地将美元和卢布逐出货币市场。阿扎尔自治共和国位于格鲁吉亚西南角，虽然与中央政府不太和睦，且与俄罗斯关系密切，但阿扎尔自治共和国没有宣布独立，因此使用格鲁吉亚货币。